大家好，我是叶若明，欢迎回来暗黑破坏神2。那么我们死灵召唤地狱模式依旧继续。好，我们来到了第五章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来到了第五章。那第五章会有一丢丢的麻烦，就是因为第五章的固定地图都比较开阔，如果不是速刷玩家的话，好，对，都不算开阔啦。对，就是第五章其实都不算，不是，应该不是说开阔，应该说第五章的地图实在是太大了。应该说第四章不第五章的地图实在是太大了，而不是太，对，就是反正就是第四章的第五章的地图太大了，所以在打起来的速度上会差很多。对，会差很多，因为毕竟就是前面一直讲到的嘛，地图大，对，不是，对，是地图太大了，对，会，所以会导致整个不好搞。需要法力。
因为可能随时随地都会用传送，所以我的重生并没有挂。对，所以我的重生是没有挂满的。比方说重生啊，就连一般的技能，就是一般的骷髅我都没有挂满，就是避免需要用到那个传送。
法力不足。哟，我也有火焰弓箭手啦！
哦，火焰弓箭手是一个超强力的单位啊。真的不跟大家开玩笑啊，这个剑盾很痛的。对，这剑阵是很痛的。不过他射出来的好像是火箭齁。对啊，好像是火箭哦。不要再打那个没有意义的城墙壁了。
哇，伤害加深上去还破不了，破不了他的雾免欸。硬呐、啊！铠甲牛雾免就算了，雾防还这么高。
我们的佣兵怎么都死去了？我们的米桑死在这里。啊，跟大家讲为什么他会死去好了。其实我刚刚有点恍神了。对，我刚刚其实恍神的很严，还蛮严重的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觉得出来？对，我刚刚有一两分钟左右的时间都在晃神。就说吼，弓箭手很恐怖的。古尔萨，哦，把古尔萨复活了，没错，最主要是顺便回去买洪水了哦。对，我刚水刚好打到没了，应该说刚好喝没了。
L 符文开张。我这是我今天打到了第一个符文。
里。找到船点，对，至少要找到船点啊！找到船点，我们就可以做个营地。得了，好，下一集就要去打凹槽了。我是那是下一集的事情了，这一集就先到这吧。谢谢大家观看，那喜欢我的别忘按赞加订阅。有什么想看的游戏，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吧。有就要去玩，我们就下期见，大家啵啵。